大家早晨，欢迎收睇星期六朝早嘅天气报告，我系沈志泰。今日周末咧个天色咧继续咧都会唔错噶，咁提醒大家咧，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咧而家就系生效紧。咁如果咧你系会去一啲郊游嘅话咧，记住咧就要小心防火啦。嗱，睇翻咧今朝各区嘅低温咧，市区咧就大概18至19度左右，不过夜晚都比较天朗气清嘅关系啦，咁所以新界北部咧就明显再低啲噶。咁住喺新界嘅朋友咧，就要留意朝早咧著翻件外套比較好喎。嗱，如果睇翻咧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咧，就可以見到其實華南沿岸地區咧受到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所影響咧，雲量咧都係比較少噶。咁我哋預料咧日間咧個陽光咧都會相當之唔錯。跟住咧，我哋睇睇今日嘅天氣預測。我哋預測咧就會係天晴乾燥，而最高嘅氣温咧大概咧就係24度。風浪方面就是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，而離岸和高地間中就會吹強風。展望方面，我們預測接下來這幾天都會是大致天晴，不過留意下個禮拜的天氣會有些變化，去到下個禮拜的中期北風就會增強，一早晚天氣就會清涼，而到下個禮拜的後期氣溫就會進一步下降。今朝的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祝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。